不是踢到两个吗？你们看一下圈，他那个圈，他只要踩入山上架，他们就好了。第一波会塞雷啊，第一波撑一下就过了。推也没必要，这条怎么解？没有，这里虽然你这样看下来有人倒了有问，虽然倒了有问题，但是你如果再往前推一下，为什么要推他们？我们可以踩在那个石头上面，你懂吗？但是，哦，他们想打架，对啊，那也没关系啊，那就打啊，想打架就打，就别急啊，我们现在不考虑其他队，我们现在眼里就是我们脸上那组敌人，打他就对了，想办法进攻他，有另外一队再说，我们连基本的进攻现在都打不好，对啊，心态有点。感觉是有点急了啦，我是觉得，就你太想去打人拿分了，有些好打的可以去打，感觉要先评估风险吧，我觉得是要评估风险。我从屋子的左边进攻不会好一点吗？那时候神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我看了一下，至少我们不会被夹。其实我感觉都是可以的，只是时代第一波快了。嗯，因为他我不知道时代怎么死的，他被吸到，他一定会想丢雷啊，一定喊丢雷啊，然后腐蚀会有大招，会丢大啊。我知道，我是我们要拉扯一下，然后往前插丢给他一管，然后我看我脚上没雷。那我要出来，我被炸了80。如果你要最稳的打法，那肯定是直接到另外一边打。那超级烂的，哎，剩八队了，他妈第二圈而已，没玩到，干。我他妈我才刚塞完雷，我塞完三个，我回头我们就到了。这个应该红沙小，好死了。怎么可能进不去？不可能啊！前十哎、欸。以他们的实力，前十一定可以的、啊。